地府明仙咧，佢就係用一個叫做辣染嘅手法去染布啦。佢大嘅特徵就係花紋就變成底面都一樣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去體驗下到底呢個染法係點樣染嘅。係。有个炒个汤。噔噔，完成品。咁今日嚟到地府呢度做呢个蜡染布体验。我一开始因为老师好严肃，令我紧张，但系后来发觉咧，其实老师只系有啲怕丑啫。咁一边同我倾偈，一边体验，就觉得非常之开心啦。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都可以嚟到体验一下日本嘅传统工艺噶。